邓孝虎，我就是没有办法忍受你的自私。我们离婚吧。如果人生可以重来，你想要改变什么？修改当天赐良。答应我，一辈子都不要跟我说离婚。只要你不变心、不劈腿、不嫌我人老珠黄，放心，这辈子我赖定你了。三立读会台，1月9号星期六晚上10:30，第2回合，我爱你。